到。那你最后出来了，可以帮我调一下吗？往内挤一点。哎，你要对面哇，超有效果的。好，转身转身。Oh my god， 亲爱的，谁帮你绑的啊？啊，你走秀走到一半掉了怎么办？让男生看免费啊！好好，笑笑。哦，女神 ，perfect， 他 OK 的，好，来。加油加油加油！你都到齐了吗？来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快快快快，没时间了，快！哎，胸部不够挤，挤平一点。多少男人冲这个来的，好不好 ？OK， 来，转身。哎，围棋是不是还没到？他去厕所了。什么时候不上？这个时候上来，转过身，转过身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OK， perfect， 女神上吧！来来来来来，加油！想做什么做什么，想干什么干什么，他说什么算什么。下一节课你帮我带一件一下好不好？好啦，那你赶快去看医生哦，小心点。谢谢啦。跟你们说，这里就是我们的商学院，嗯，然后每一万的话，我们未来四年课都会在这边上。哦，谢谢。嗯，啊，对，还有我们学校帅哥超多。真的吗，学姐？哇！可是帅都死灰了。没有，开玩笑。我带你们去在学生餐厅。好，我们走。所以呢，这就是我们商学院大楼啦。未来四年教授都会在这边。哎，学姐，那有什么好玩的社团可以参加的？好玩的社团，我觉得慈爱社还蛮好玩的。教室就在前面，我们可以先去看一下喽。好啊。你到底在干
昨天晚上去哪？别人等到早上七点。我睡朋友家。哪一个朋友？乔妹。乔妹，我这么熟？哎呦，我好累哦，可不可以不要今天讨论这个啊？我不舒服啦。你怎么了？不知道，那个要来了吧？那我们很好，好不好？我的车呢？我已经帮你停好了、啊。你停好干嘛？我赶时间要开会啦。不是，你懂不懂浪漫啊？这个车子就是男人的第二个老婆。那你在迎接第二个老婆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要安排一点 schedule？ 那、是吧？这就是 schedule。而且我帮你把你的惨淡红烤成什么？烤成你一身的白马王子白。快点。哦、我刚说什么浪漫 ？Close your eyes. Close your eyes.对 ，close， OK， 来喽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各位观众，白马王子白，哇，嘿嘿，哇塞，你啊，哎，戴哈，真的，哎、欸，白色真的比较好看，很好看哦。这样多少钱？这个烤漆弄一弄，加上保险，然后剩下我出的。差不多再给我，20万，你坑我的吧？怎么可能是20万？我们是什么兄弟兄弟？你只要再给我2万这样子，真的假的啊？当然真的。哎、欸，你这么造哦，以后有机会我也找你。哎呀，不要等以后啦，你最近帮我瞧几个妹就好了。哦、好 lonely。哎、欸，今天晚上有局，晚上过来，帮你瞧两个妹。哇塞，这么快，好有效率，不愧是 Andy。哎，对了，钱什么时候给你啊？不急啊，再给我一下。好，小心哦。拜拜拜拜。我叫皮卡丘，专门卖跑车的。不管是你想得到的还是想不到的款式，我都有办法生出来。啊，对了，刚那位白马王子是我兄弟安德鲁，我们常爱一起把妹混夜店。我跟你说啊，跟着二代走，很多事情是顺得不得了。但他可不是普通的草包哦，他有很多很酷的梦想。他想在演艺圈闯荡，当个了不起的经纪人。你来啦、董事长在里面等很久了。是哦，那我马上进去。哎，等一下，都要见老爸了，你的领带怎么还是打不好啊？谢谢啦。安琪，等一下如果状况不对的话，要再麻烦你救我一次哦。你放心，我哪一次没有帮你打？快去吧。最好。哎。有一家新开意大利餐厅，下次带你去吃。爸，我来了。是我爸。我今天不骂你。不要大难临头来的样子。是的，爸。最近你怎么常不在公司出现？我最近在帮朋友的忙。你的工作本业在这，不要玩物丧志了。这我知道，谢谢爸关心。如果你对我这没兴趣，去你叔叔的证券公司也不错。可是爸，我觉得那个没有很适合我耶。那开发部门呢？
那个，我没有什么想法。其实，爸，这间公司根本不需要我啊。我希望我可以靠我自己的力量。好啊，那你说说，靠自己的力量做什么？我想开一间经纪公司。好好的工作你不做，跑去那狗屁叨叨的演艺圈做什么啊？签什么大牌了？说说看。我有一个朋友，我真的觉得他非常有机会。开始，我跟老师待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会啊，我想要开嗓，待会可能要试唱。好，是。虽然他在演艺圈走得没有很顺，但是我相信只要好好栽培他。栽培？把栽培你念到硕士，不是让你做些高中毕业就能做的事，那能干嘛？抱歉，董事长，预计下午四点和您开会的王董刚来电说，目前正在路上，会提早到。我懒得管你了。总之，你自己好好想清楚，这件事做起来到底有没有任何意义？谢了，南希。小胖老师，喂，怎么回事啊？老师，是那小豆子来了，谁？就以前那偶像团体窦智彦啊。谁呀？我完全没听过啊。就是那天我们去吃陈家凉面，是你答应他来跟你 meeting 那个。有这回事吗？我是不是喝醉了还是怎么样？我完全不记得了。老师，以后你喝醉的时候不要乱答应别人好不好？那怎么办呢？快点想想办法啊。他已经在外面练发音练了好久，吵死人了。快想想办法吧，想想办法吧。哎，好了好了，那等一下我还是请他进来跟聊聊，然后找时间把你带出去。OK 的 ，OK 的 ，OK 的。晚上唱歌哎，去不去？我晚上有事啊。哦，你很龟毛哎，只是唱歌而已，又不叫你上床。来，晚上飞下去那边。是兄弟吗？不是，对，是兄弟，就把这杯喝了。喂，嗯，到底是哪位啊？一进来就一直灌他酒，你不玩点游戏很无聊哎。不要生气啊，他是我好兄弟阿华。要玩游戏好，我们来玩骰子，干杯。好啊，要掷骰子是吗？嗯，那就玩大一点，输了你喝光，我输了。我跟你垃圾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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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
兄。